者吴志伟台北报道，吴奇隆今天旋风返台出席 OTT 娱乐自制剧发布会，难得现身，仍难逃被逼问何时与老婆刘诗诗生小孩，他回答都太忙，等有时间生，表示两人各自忙工作，但也解释其实没大家想象中那么不常见面，甜蜜的说，我忙的话他陪我，他忙的话我陪他。今天吴奇隆以一身黑衣配黑框眼镜的文青装扮亮相，谈到是否有计划回台湾工作，他表示很佩服林心如回台湾做戏，也认为台湾有创意和认真等特质，认真的说，我希望能回来支持本土戏剧。OTT 娱乐经宣布四档自制剧1006的房客、人际关系事务所、种菜女神、重婚大作战将在台视、东森、爱奇艺台湾站联合播映。除了吴奇隆之外，1006的房客演员谢欣颖、李国毅、昆达、许光汉、谢佩恩、黄腾浩也出席。吴奇隆、刘诗诗各自忙碌生小孩等有空。记者胡顺祥社 OTT 自制剧发布会，吴奇隆、左三。记者胡顺祥社。